哎，大家好，我是迷之声。那么今天在这里开始上传的呢，是前段时间在直播间里面慢慢的直播录制的弗兰的悲惨之旅。那么由于是直播间录制的，音质呢会比较差一点，同时呢有的时候也会有卡关或者有这个意外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慢慢的把它剪辑出来作为实况发布出来，希望没有看到或者是错过的或者是想补看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好的，那么现在开始。是的，这是之前有人跟我蛮多人都提过的，要我这个玩这个叫什么弗兰的悲惨之旅，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啊。好，开始新游戏。一切都没事的感觉，就像在天堂一样。我见到我的爸妈，他们看起来很开心很幸福，他们有礼物送给我。我在想，是一只猫啊，真可爱，好温柔，就像夜深深夜一样的黑暗，一只黑猫，我叫它午夜先生，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们在吃晚餐，我见到了格雷斯婶婶啊，我很喜欢她。今天是星期五，爸妈要出去。格雷斯婶婶很会照顾我，我们一起真的好开心啊。今天是星期一的晚上，我和午夜在一起玩耍，但是突然有非常不好的预感。窗外有一个奇怪的生物，我不喜欢它，它吓到了我。突然我听见了什么东西，然后你的头转了360度，哎，是妈妈，她在尖叫。我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爸妈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亮光，我靠近房间，越来越近了。妈咪 ，Daddy， 不要这样子。妈咪 ，Daddy， 然后呢？整个世界都不对了。我们是白，猫和整个世界是黑。然而，黑猫下定了决心，还是怎么样？但是他见到那个生物后害怕了。弗兰，请你听着我的声音的指示，数到三的时候，你就会醒来。一、二。哦，心理医生，三。弗兰，你感觉如何？我觉得自己要像要死了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逼我做这种事情。请冷静下来。为了你的恢复，这样做是为了你的恢复。我爸妈死了，恢复，你不明白吗？我爸爸妈妈死了，啊，可怜的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保证。好起来，那你让我走啊，那样才会好一点。你不应该指使我该怎么做我的工作。
但现在我有一点东西要送给你，弗兰。哦，真的吗？看见那张桌子了吗？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包裹，是格雷斯婶婶的，拿去吧。啊，这个是一个点击类的解密游戏。这是我妈妈的钱包，打开吧，里面有一点东西。好，使用三号。最亲爱的弗兰，这是你很喜欢的那一个钱包，我想你会想要它的。我在想起你的时候，我就记得你喜欢检视啊，检查物品，然后把它们和其他物品组合在一起。所以我希望你能永远保留这个钱包，把所有你找到的东西呢都好好的使用，永远不要忘了，创造力是你所拥有的最大的天赋。爱你的格雷斯婶婶。他很担心你，格雷斯婶婶。是啊，那是让我走的另一个理由啊。不用担心，他没事。那我现在可以回我自己的房间了吗？是的，你可以走了，但是在此之前啊，你又要吃新药了。什么新药啊？这叫多汀，反正是个药名，会让你非常的放松。护士，我们准备好了。迪恩医生，有什么新指示吗？没事，和之前一样的那些幻觉。啊，我明白了。不然，吃药。我们就吃了，然后灯一闪。我感觉不太好。这药吃的。哦，不。快把他送回自己的房间去，护士，千万别再让他吃这药了。好，因为好像已经不鬼畜了，我把这个字改掉啊。啊，小心啊，弗兰波尔，如果你离开这个疯狂的屋子，我会追猎你，抓住你，把你带回疯狂之中。弗兰，快醒醒，吃药可以让你逃跑的，我会在森林里等着你。我爱你，我们唯一的朋友猫。啊，清醒的日子，第一章，我清醒的日子。 OK， 我们现在算醒来了吗？我还在这个可恶的地方，我一定要出去才行。你们说在病房里面怎么能放这种会让人不安的东西呢？哎，啊，这是这个眼珠原来是换房间啊。哎，我把你的鼻子拿掉，我会的。你是开心的小丑吗？你能让我笑吗？这是什么？哦，好美的旋律啊，啦啦啦。不能把它拿掉，这个灯一直在闪。哦，天哪，有东西掉下来了，一个钩子。我以后用它来玩海盗吧。用钩子把它勾起来，不行。OK， 抽屉里面有什么东西吗？被锁着，很好奇啊。哦，弗兰波尔·达根哈特，是在，他有这个神经质的状况，这个家庭呢是一出悲剧，细节我们就省略了。已经试过许多不同的药物，
但是因为都有副作用，最后都取消了。我不想再睡，我刚刚醒来。希望这东西在我睡觉的时候不会掉在我头上。这边有其他的，哎，这是我们自己写的。又红又小，你躲着我。我讨厌怪物，我一定要找到午夜先生，我的猫咪。我一定要现在就找到他，我想我的猫。他因为害怕躲了起来，他告诉我药会告诉我他在哪里。我真的好想你啊，我一定会找到你的，午夜先生，我发誓。不用担心，小猫咪，一切都会没事的。 OK， 哎，这个我按这个倒没用，刚刚卡住了。我可以走过去看看那边是什么。哎，原来就是这边了吗？哦，一个小箱子，秘密的盒子，检查一下，开着的是，哦，是把小钥匙，金色的钩子，窗帘上的。OK， 这个小熊，希望有人会爱你。你好呀，菲儿，你好，你怎么样了呀？大家都说我病了，他们很蠢啦，他们一直都这么说，只是他们蠢了而已。你今晚就离开吗？你帮我的话，我就可以逃跑啦。我只知道办公室是关键。诶，关键钥匙，你是说办公室里面有钥匙吗？我看见医生在里面写了一个密码。密码？打开黄色的门吗？他不想让我告诉你。诶，是谁不想让你告诉我？他指着那边，然后屏幕变清。你好呀，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你是我游戏中的囚徒，没有人会帮你逃跑的。别这样，我恨你。哎，于是就没事了。妈，爸，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不，我不会让那个怪物阻止我的。来，捡起，我过去也有一件像你这样的蓝裙子。菲尔，是他妈妈带来的。他有这个偏执症。原因呢还没有这个被诊断出来。白天呢，迪恩医生会诊视他，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获得病人的信任，所以呢，他拒绝接受我们的问话。哦，木头做的，小马先生，你还好吗？我坐下来的话，反正到时候也要站起来的，那我还要坐着干什么呢？你这个一天三顿饭，睡觉一张床，这个毫无意义嘛。当然锁着了，这是四号房。OK， 好，我们看看这窗帘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我把窗帘弄坏了，现在我可以看外面了。外面还有这个探照灯一样。你们说我们在这里多等一会儿，待会儿会不会有震我们一下的东西啊？哎，塔防哦，我们这边可是有个叫弗兰的疯子哦，哎，还是防御塔呢，总之应该就是要从这边出去吧。我的头应该没办法从窗子格里面弄掉吧，弄进去吧。好的，没有新对话了。OK， 我们看看这边好像有护士还是什么，护士长一样的感觉。我的腿没问题啊，所以不用这个。我没办法透过这个窗子，我想拿这边的东西的。哎，空瓶子，空玻璃杯，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有。这个居然被封锁住了。这个没法看。这是操场吗？说不定曾经有人试过想从这边跳出去。
OK。这边倒是操场，啊，操场，树和月亮，晚安。操场不好逃跑。我喜欢那个会晃的兔子。OK。这个墙不是很好，我们来看看护士长怎么样。哦，弗兰，你醒了吗？很好。我醒了。那么别烦我，我在工作呢。护士小姐，我做了点事，看，你就会惹麻烦。你做什么了？我想看看外面，一不小心把窗帘给弄坏了。结果呢？我就把它修好了，跟着我过来。我要跟着他嘛，好。奇怪，你有没有看见用来把这个勾起来的钩子啊？钩子是什么呀？好吧，那我只能找个东西去来修了。你这小姑娘，好，我们把它支开了。OK，没有呀，我从没玩过这个游戏，今天第一次玩呢。哦，这个看不清楚呀。病人，看一下啊。一直在睡，然后呢，几乎醒不过来。但我觉得，看不清楚，不看了，不看了。这边呢是说，这个暴力的冲撞啊，这个撞伤，可以对孩童产生很大的影响，改变他们的正常生活。被创伤所伤害的孩子，很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能力缺失，比如说无法相信身边的人，无法相信整个世界是个安全的地方，无法下决定，或者以及呢，因为这些效果啊，有些创伤有可能造成呢各种严重的心理疾病，比如说，这又重复了一遍，这呢都可以理解为偏执症。这是脑部的一个图，脑前叶、前额叶，这是控制这个行动，这个平衡什么动作的，这个是感知，这个是反正我们估计要截个图吧，视神经是五啊，好，好，好，视觉这个也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OK，哦，我要把这个啊绷带，哎，好恶心。别人喝过的，好，这边写着一个 8H 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哎呀，护士的字体好难看呀。我只看得清三个字，弗兰在睡，还有这个药名，好像是说他好像都没有整整3天没有这个说话还是什么的，还是清醒。OK，我们看看这里面还有什么。这是放药的地方，但是锁着。天哪，太可怕了！为什么护士会有枪呢？他一定是想杀死我们所有人。我还是把他留着吧，我一定要快点逃跑。这个是有点偏执的感觉啊。我们这个上面只写着 8H，如果这是密码的话，很可能还有另外两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绷带啊，或者是啊，这不就膏药嘛啊？邦迪之类的，我的药就在里面，我一定要解开这个谜题。H 是八对吧？HIDE 是这个意思。但如果这样的话，这岂不是意思就是 HIDE 就是8945了吗？我们试试看嘛。OK，好，就这样开了药片。猫咪告诉我，这能帮我的。是的，我们这边呢已经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之前说过要逃的话呢，应该是从这里逃的，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吃药。你好呀。哦，那是我的头吗？把我的头还回来吧，求求你们，快滚啦，可怕的怪物。
我们吃了药之后呢，到了里世界，哎，这边还不一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比那边三个比较更萌一点。哎，那个小丑去哪里了呢？哎，那我们还是从这边这个房间先看。哎，护士，你好，你看，你没事吗？你看我们这个小姑娘也喜欢说你好，喂，你好吗？嗯，小心脚下，小心脚下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这个游戏有自动存盘呢，那会不会有这个死亡呢？这边还是空瓶空罐，我们再来看一看。哎，这边还是什么也没有。OK。嗯，可怕的怪物，出去啦！哎，你嘴上有血迹哦，你没事吗？是指这个老鼠。妈妈嘴里有的时候也会有血，她看上去很伤心。这个窗子呢？哦，有一个手印，没有其他的地方。对话没有新的 ，OK。这个我能不能抽掉他的凳子啊？然而不能，一勾勾死你，估计这样是不行的。嘎，没用呀。这个是毛线，哦，获得了一根针。抱歉，护士，嗯，这个很可能会很有用，又小又尖。可能可以弄进什么地方，哎，看我扎你，算了，这个显然不是谜题的正确解法啊。是的，我们这个手呢就是个断手。你们还看看什么看，不怕我一针戳死你们啊？哎，对啊，这个窗应该是有玻璃的啊，是有玻璃。嗯，好吧，暂时没有办法打碎它。哦，你在睡吗，可爱的小兔子？好可爱的旋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钥匙，还是用这个针用在这里。好，居然是钥匙，里面有东西。哦，这是什么？这是里世界的照片啊，我可爱的家人，我一定会用生命保护这张照片。是谁做的？真希望我能知道答案，我一定会找到的。他是说是谁杀了我全家。 OK， 他现在不在了。我待会儿还想看一看这张照片在表世界的这个状态。这是什么？发卡，我的发卡，我应该好好用它。又要用来撬锁吗？哇，不是我做的啊，这边多出了一个地图啊。不，绝对不行，你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他，但他必须知道的，你不能永远不让我见他的啊。理由显而易见，不是吗，格雷斯夫人？不是显而易见，我要把他带回家，现在就要。你不能，弗兰的精神状态还没有到可以回家的时候。我们亏到了这一点，得我们又上来了。那是真的吗，亲爱的格雷斯婶婶？不知道他究竟想告诉我什么呢。那个医生太没有人性了，今晚我就要回家。出现了一只死狐狸。哦不，小狐狸不要哭。对，他这个看不出这个是死了，只知道他在流泪。嗯，用我的手当成纸巾来擦一擦吧，你想让我抱抱吗？我们给他的眼睛贴上绷带如何呀？这是不行的。 OK， 床是不行了。嗯，雪，找到他，变成了红蜡笔。既然有人新来想看一看窗外，哎，一个变三个。嗯，你们觉得这个如何呀？很帅气啊，我觉得，但还是这个比较可爱。我们看看这窗帘啊，没有新对话。我们看看那边的菲尔，有一个怪物笼罩着他。这个都有点啊，
我们这边啊有一个滤镜一样的效果啊，就是我们走到哪个地方的时候，离得远的地方会变得更加模糊。哎，蛮有意思的。好，这个没有新对话，你能看见去快乐的道路。我们来和他谈谈话。菲尔在和他叔叔一起玩，叔叔很生气。菲尔，你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好害怕哦。坐在你身边的黑色的是什么呀？我们不知道。我们看看路。哎呀，你好，哇，不好，你的头。我会试着把你的头放起来的。抱歉，我帮不上你，陆先生。太没用了吧，这个只是邦迪，没有这个绷带，所以做不到。好的，我们来试试看，是用发卡还是用这个来开锁？但是还有另一个洞，OK，是要先把这两个好组合起来。是的，这就成了一个钥匙，然后打开就到了。我们先把这个药关上。哎，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门也开了。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多好呀！但是不能在这边直接吃药啊，可惜，有点可惜。好的，我们吃了药，到达新房间，有一个人走。哎，那个人是谁？爸爸不在这里，妈妈不关心，不会在意。看看窗外，这边也是被挡到，迷宫。我们永远一直都不能在这边玩。是的，外面有一个迷宫。今晚的雾好深哦。来，我们把药关掉。哎，这个在表世界是没有这个木板的吗？真希望能在迷宫中迷着路呀。好的。哎，我们刚刚是从哪个房间来的？我都忘了。是的，我们是从这个房间来的。那接下来到这个房间看一看吧。这是另一个病房。好，这是唱了一首儿歌童谣这样的感觉。哎，我要看一看，有一个红色的娃娃，还有一条蛇，还有一个泰迪熊，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你好呀，你看见他们的，没错吧？看见什么呀？那个跟着所有人的怪物，那些怪物们，影子吗？你是说？对，我们之前只看到那个黑色的，我看不见他们，但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吗？我知道吧。那你告诉我吧，请你告诉我呀。你喜欢画画吗？我喜欢画画。我也喜欢画画，但是告诉我影子的事情吧。蜡笔，我要蜡笔，我要找到蜡笔。我随时随地都在画画。你在画什么呢？画一点东西。那是什么呀？我的梦。快走啦！是的，我们要找蜡笔给的。这是我的蜡笔，我的蜡笔。我只想要这个绿色的蜡笔呀。我能要吗？不行，那我就不能画绿色了。那就不行吧。可是。虽然如此，但你有这么多其他颜色呀。是啊，很多颜色，但你知道他们不喜欢我画画。哎，谁呀？我们这个不停的问啊。哎，原来是护士嘛。我还以为每一个这个追问是谁的时候，都会追问出一个鬼这种感觉。护士们，他们把我绑起来于是我要画画的时候就不能画了。他们都疯了，护士们。我不能画画的时候，我会伤到自己，然后就有红色的牛奶出来了。你看，原来是自残的这样一个展开。求求你，治好我好吗？把红色的牛奶停下来，我来试试看吧。他笑了，能给你邦迪啊？他一直在笑。哎，邦迪可以用。谢谢你，你可以把蜡笔拿走，快走吧，我要画画了。于是我们拿到了蜡笔。7岁的小女孩，
是不知名的犯人性侵了他，几乎死掉了。这个事件让他产生了听觉上的幻觉，思维上呢也有一点问题。迪恩医生通过画画疗法已经和病人建立了比较亲近的关系，他正在不停的进步啊。OK， 状况正在好转。哎，真的花吗？他们闻起来好香。哎，抽屉是空的，这个床是粉红色的，但是上面的娃娃毕竟是别人的。哦，这是那个不会说话的小丑。我看见好多，他们看起来都好悲伤哦。但是这一个看起来很高兴，对他来说是好事呀。好，我们来看一看。什么？你为什么看起来像一个布娃娃？你要怪自己吗？你要怪自己，放安静点。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呀？是的，有一种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挺浓厚的。这个它是一个娃娃，就像是被人玩弄的玩偶一样，这种感觉。很多的血手印，各种各样的血手印在吃你的灵魂。你能看见相同的话，就连最纯洁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也会死去。我不想碰，这是画里的那个小丑，我碰的话他可能会吓到我的。我们看一看这个蜡笔吧，我最喜欢的绿色的蜡笔，能不能用在这个上面呢？不行。 OK， 蜡笔不能用来涂自己的珍贵的照片，现在这个就不能看了，好吧，回到真实世界。 OK，这是厕所，看一看厕所里面，王座是空的。我不知道，原来其他人都可以看见我上厕所的样子吗？哎呦，我会忍着的。好，王喜欢画，那么我们就在这边画一画吗？我不喜欢这样，有人在上面写了字，上面写的是王喜欢画。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上面画画呀，也就是说有其他一个可以画画的地方。 OK， 不知道能不能在这边的地板或是墙壁上。哎，梅子，你是我最好亲爱的朋友，滴滴滴，如果你想抱我的话，来抓住我呀。这是这个猫说的话。抓不住我的话，是因为你还没找到我，滴滴滴滴。然后我们这边应该没有可以交互的地方，在里世界的里面，这扇门呢是关上的。哎，这个之前并没有呀。好，打开。你在这儿呢，你应该回自己的房间去。门是关着的。哎，明明打开了。对，他说我门明明是关着的。哎，但是你明明打开着。我确定没有打开，我知道，因为是我上锁的。哎，那我是怎么出来的呀？明明是开着的嘛。别想骗我，回自己房间去，等医生来。于是我们被护士赶回了房间。没有时间做这种事情了。哎，忘记看后半句，我们怎么办呢？要换一个方法逃出去。好，我们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逃出去呢？之前拿到了蜡笔是吧？我们可以在哪里画画呢？ OK， 只有枪，感觉不是在这里画。小心脚下。然后呢，还有哪里可以用得上这个蜡笔的东西呢？哎，医生来了。
你从自己的房间里逃出来了吗？这可不好呀，弗兰。我有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但是我好饿呀，医生。我不会听这些借口的，小女孩。那你让我吃点东西嘛，医生，让我吃点东西啦。啊，你要学会听管事的人的话，懂吗？好吧，我懂了，学会了。啊，只要别再做就行了，弗兰。去吃东西吧，然后上床睡觉去。OK，我们乖乖的学到了。你找到医生的密码了吗？在那个办公室里，那个我已经开好了呀。你还这样哦？好，我们可以去食堂吗？意思是，我们去看一看，是不是这边就能过去了？喏，这是什么地方？还有，我们来，这个门能开吗？这个门锁着呀。哎，又是护士吗？你好呀，你的裙子很漂亮，我妈妈也有很漂亮的裙子。这是什么？一个在流血的钟，就好像时间停住了，坏掉了。啊，这个钟听起来好奇怪哦，感觉就像在我耳朵里低语一样。这个钟的眼睛看起来就像猫咪的眼睛一样。是不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呢？你想的真多呀！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啊，这就是食堂吗？好大的猪头哦，猪头肉！哎，好恶心！有一个脆猪头，有人要可以吃。这边是到达关键，到达钥匙，这是大肠吗？哎，这是身体的哪个部分啊？猪先生没穿衣服。也对了，哦，这居然不是食堂，这边不能进吧？喂，别碰，别用手碰这个办公室。哦，这是之前他们提醒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关键，有钥匙。这么小的窗户我看不到了。先生，那上面挂着的钥匙我能拿吗？是，你亲我一下，我就给你钥匙。哼，哎。你会把钥匙给我吗？你认真的吗？亲你一下就行。是啊，来，坐到我膝盖上。杀死你啊！才不会，你太恶心了。你敢碰我的话，我杀了你。如果报急救电话的话，他们应该也不会帮我吧？你这个医院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员工？而且这个胡子啊，在西方文化里面，也算是比较著名的这个什么，就是那种变态流的胡子。钥匙我可以拿到吗？又来了，你自己亲自己的屁股啊！OK，吃个药。但是我们在这里仍然没有办法获得钥匙，一钩钩死。对了。这个铁钩会不会可以用在这个猪肉上？我应该可以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好，我们到这个房间，又出现了一个，哎，有一个泰迪熊死掉了，要的，我们去救救他。泰迪，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去救救他。你是要去见另一个泰迪吗？哼，我会笑你的。我会对你说谎，我会把你藏起来，藏在影子里。这边又有这么多房间啊，上下楼的房间在这个……哎，你好呀，你没事吗？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要知道你感觉好不好，我不想告诉你。你不走的话，医生会把你的头切开哦。他喜欢吃大脑，他已经把我的脑子吃掉了。他把我的思绪全都吃走了，哎，他吃了你的脑子吗？他会把你的也吃掉的。我看见你在医生的办公室里，你已经死了。不，我要走了。希望你找到新的想法。再见。他是哪个房间的？
看起来是另一个房间。我们先到他原先的病房去看一看。哎，不是，这边地图还挺大，五号。那我还是先看这边的吧。OK， 这边也有很多的小丑的图。晚安，漂亮的玩具。墙上的小丑，为什么在疯人院里总有墙上的小丑？大象先生，你看上去粉红色的好软哦。啊，你的小帽子好可爱。你好，你在做什么呀？没用啊，这个指头没有用。诶，这是什么意思呀？指头应该像他们告诉我的那样有用的。是谁告诉你的呀？他们告诉我，让我自己做这件事。啊，指的视觉。诶，指的视觉是什么？我可以帮忙吗？波浪一定要强而有力。啊，要换台，请你。会不会在纸上画东西呢？我们已经没有波浪了，换台啊。诶，完全没有频道。波浪要强而有力才行。很开心的小纸杯蛋糕舞。啊，这是什么呢？新闻。诶，人体测试已经获得批准。哦，纪录片。似乎是松果和蚂蚁的。哦，没有信号，这就是强而有力的波纹吧。哦，他把这个贴了上去。成功了，成功了，是奇迹，谢谢你，我可以透过指头看到东西了。哎，好啊，我也可以看一下吗？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你要想看的话，你可以拿这些没用的指头。哎，谢谢你，但是你刚刚不是说会杀了我的？我才没说过呢，你这个骗子，我好忙。我要修改这个指头视觉了。现在无聊的时候可以写一写。我们直接这个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话会不会没有用？是啊，现在还不知道要画什么。 OK， 我们能看吗？我们倒是不能看。我能使用吗？对，不行。这边还有一个睡着了。你愿意帮我逃跑吗？啊，这边的玩具，这不是乌迪和巴斯光年吗？啊，小人。哎，这个好像不是巴斯光年，这个好像是士官长。啊，不，只是个大兵而已，还断了一条腿。士兵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啊，牛仔吃掉了公主。哪来的公主？哎，小纸船。带我去海和更远的地方。哎，粉丝带，看一看。啊，袍子上可以把东西绑起来。OK， 哎，会不会是把这个和钩子组合在一起啊？哦，果然是这样吗？我可以用它勾到什么东西呢？看一看说明。没有手臂的手一样。不知道可不可以把那个钥匙弄出来。 OK， 看看这个在睡觉的伊莎贝尔。啊，他叫伊莎贝尔。 OK， 好，我们来看一看。诶，这边都有。是爆头。快醒醒伊莎贝尔，黑影在碰你。这个没有新对话。你们看见我的猫咪了吗？啊，你看起来好像在马戏团训练过。没有新对话。小丑去哪里了呢？哦不，他们全都搞错了，他们把你的头切成了小片。我们看看电视吧。我刚刚怎么感觉，哎，没错，我刚刚感觉有东西，好像是个骷髅头这样，但好像找不到更多的。我好像看见又好像没看见什么东西。看看我。我说，哎，他说什么？看看我啊。我在教你恨你自己的时候说的是我爱你，
我在说我关心你的时候，你其实都快渴死饿死。我在说你美丽的时候，其实在给你下毒。是的，这个都是被虐待的孩子们，但这边没有这个病例什么的，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OK。好，我们到这边房间，这个是个比较大的房子。我们先来看看这边，哎，这不是吃饭的地方吗？小钟，老爷钟，又大又漂亮。哎，这是什么？巧克力，嗯，好吃。看起来咖啡是苦的。这个信号好奇怪哦。妈妈很喜欢画玫瑰。这是沙发，用来坐的。我不坐，沙发上有东西，有人坐着了，是小熊。我不喜欢这张画，感觉奥斯瓦尔德先生在看着我。在里世界，他肯定真的在看着你。猫咪，你在这里吗？我该怎么样才能找到猫咪呢？你好呀，你是新来的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不、哦，你是楼下来的吗？嗯哼，他们觉得我现在好多了。你叫什么名字呀？你能不能杀了我？求你了。哎，可以呀，碰，你死啦。谢谢，我不能说话，我已经死了。是的，他就这句话了。柠檬汁，柠檬汽水。哦，肉桂面包，只溶在口。我不能用在自己身上，好吧？检查一下。这边呢？这个意面今天有没有煮好？看起来完全都还没煮吗？你好呀。哦，你好呀，弗兰。你今天感觉好吗？我能看见死掉的动物。看见死掉的动物，护士，你是说在电视里看到的吗？不，我是在现实中看。不，算了吧。好吧，弗兰，和朋友们一起去玩吧。看起来我们对他也不错呀。好，关一关，什么情况？护士姐姐，食堂姐姐，护士姐姐死掉了。这些东西倒没有变，这幅画被扯碎了，但没有新的对话。他们把你藏起来是因为他们爱你。 OK， 我们还是表世界到达这里。哦，又有好多在吃饭。小鸟小鸟，我喜欢你。哎，这个窗看不到，只能看这个窗。这还是这个操场吗？只有一个手印而已。好，没什么可看的。拐杖，不要碰我的剑。啊，抱歉，我不知道是你的耶。你应该下跪，啊，对我清楚的说话，我是你的王。好啊，我向你。作揖啊，行礼。很好，我的孩子，你这次见我有何事呢？我想要你的拐杖呀。什么拐杖？你是说我的剑吗？是的，陛下，你的剑。对，没错，他喜欢画画。那么你给我什么作为交换呢？您想要什么呢，陛下？给我城堡和马，只有那时我才会给你我的剑。好，我们直接开画。我为王国王画个好东西。好瘦的马呀。 OK， 很开心。哦，太漂亮了，这是我梦见的样子。你可以把我的剑带走了，归你了。好，可以用来砸窗吗？好的，我估计又要把它和这个钩子，没错。啊，现在我能拿到高处的东西了，我把它叫做抓你命三千。两千，抓你命两千 ,OK。
好。安妮喜欢像猫咪一样喝牛奶。哎，这边已经没人了吗？刚刚好像看见有，哦，他去沙发上坐下来了。你好呀，安妮，你还好吗？哎，你不怕我吗？咦，我为什么要怕你呀？因为我会变魔术，而且让你睡着哟。哎，你可以变魔术吗？我都不知道你会耶，演示给我看。哎，演示给你看吗？但是很可怕哟。嗯，还是你来比较好。哎，但是我又不是魔术师，我可以把变魔术的东西给你哦。哎，真的吗？太好了。是的，变魔术的东西会让任何人睡着的。好厉害哦。嗯，好强。嗯，作为礼物要慢慢的吃哦。获得了新药。这个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也不知道。他又走了，我们赶紧吃个药，看能不能……哎，还没来得及看见他什么样子，他就走了，可恶呀！好，我们看看这个药。大家不用剧透啊，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没有遇到需要剧透告诉我怎么解的地方。嗯，可以让任何人睡着。OK， 我们可能是要让警卫睡着之类的吧。他好像在喝咖啡什么的。谢谢你，英雄。这边写着止步，这扇门在夜里总是关着的，不能出去玩。好，看一看。哎，这边居然没有东西，上面写着他们已经死了。哦，是活着的肉。请告诉我你能听见我。嗯，那个神圣的人把你的衣服全都脱了下，那就是被教会的神父侵犯的小男孩了，是这种感觉吗？ OK， 这边的孩子们因为不是在自己的病房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看不见病历啊。好，我们看一看是不是之前那个女孩子到了这里，并没有。 OK， 好的，我们来给这个门卫下药了。这是电话。这个桌子一点用也没有，能不能下药呀？不行。哦，是要把这个面包放在一起。OK， 啊，魔法蛋糕，是不是给这个，把它给警卫就行了呢？我们来用用看。我把这个蛋糕，我不想惹麻烦，所以把蛋糕送给你。哼，我才不想吃你这边拿过来的东西呢。哎呀，吃下去嘛，会让你的生活过得更甜美一些。哼，我才不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甜美一些。快走。嗯，你不想要？不想要，别烦我。OK。看我拿出这个抓你命两千，直接对着你的眼睛戳过。不行。 OK， 好吧，到达里世界里面也没有钥匙，有点麻烦。勾下来不能。 OK， 我们看一看，找一找能不能把这个放下来。不能，这边的门也是不能开。OK， 不用剧透，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需要剧透的时候啊。我们去找找那个护士姐姐，看能不能让她帮我们把这个吃的东西送给那个警卫。哎，我告诉马塞尔上一次最近的快递怎么回事，但他还没看。他总会去看的了。格雷迪斯，你能帮我个忙吗？可以啊，但就是别让我把咖啡送给那个警卫。哎，为什么不行呢？
我要照顾孩子们，不能去做呀。嗯，我还要做其他事情。抱歉。于是我们就送咖啡了嘛，但是我们这个药已经用在面包里吧，是不是要把它一点点掰碎？那个守卫还守在那边了。哎，我们现在去拿钥匙是不行的。弗兰，我告诉过你了，管自己的事，我很忙的。哎，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那个咖啡在哪里呢？我没有看见咖啡啊，就是这个了。哦，多么可爱的手指呀，很烫的咖啡。好，我们来试试看，不能把这么好的咖啡弄坏掉呀。哎嘿嘿嘿，哎，这么好的啊，那就直接送过去吧。啊，你一边喝着咖啡不就会想要吃东西了吗？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是的。好，直接送过来吧。您好，这是你很烫很烫的咖啡，先生。哐！做了什么？你这个卖废物小婊子，故意的吧？啊！哼！现在我要换衣服了，可恶，烫死我了！哪里也不准走，这小废物！于是我赶紧拿出抓你命2000，嘎吱一下拿到了钥匙。现在可以把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OK， 然后，好，吃个药，这边门就不开了 ，OK， 好，拿起来，开个门，这边这个上面写着什么？奥斯瓦尔德精神病院，奥斯瓦尔德就是这个，创始人啊，也就是画像上的那个老爷爷，嗯，迪恩医生呢，是我们这个儿童心理照管的这个。主治医生今天呢已经看过了菲尔、杰森和利兹，还有几个没有看过，安妮也没有看过。 OK， 这就是医生的办公室了，那把钥匙很有可能这些开会会议的时候大家都在做什么呢？多么可爱的画呀，真希望我也能画得这么好。十月和十一月，我们现在应该是十月吧？这个和现实世界略有不同，没有关系。嗯，测试日，每天都是测试日。这个测试是指人体实验那个吗？我们每天都在吃不同的药。这个字好小哦，好像是迪恩医生的这个思绪。迪恩医生的访谈采访，致儿童的这个访谈。你不是一个人，加入我们吧，我们这个精神病院。哦，一张密码，还有有用的消息。哎，这个我看见过，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讨厌这张床，这是治疗的时候躺着的床。啊，马塞尔医生，关掉从这个保安系统的前台的保安系统的那个面板里面关掉警报，黄色的门会在警报重新打开后打开2分钟。警报码12月17等于什么？7月25等于什么？等于31。哎，我看一下。并不是，我们待会儿到理世界的时候再来看一看，说不定会有所不同。哎，黄色的打字机，这个视觉、视觉、听觉和味觉，又是人脑，好复杂哟。这个里面没有图画，也没有好笑的谜语。医生吃了个苹果，我可以用它来当成头盔，免得自己晕倒的时候跌倒在地。啊，但是那样的话，我头发也会怎样？哦，获得了一把。备用钥匙，这个是这个地方的钥匙吗？我们反正出去的时候又会被警卫碰到了，这种感觉。书都是一样的，这边有一个通风管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呀。好，我们要吃药啦。哎，这是我们自己，这个是我们想象中的医生的这种感觉吗？
他的触手伸向我们这样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看手中的这张字条有没有变化，并没有。12月17、7月25，我先把它记下来。OK， 这是我。这个死掉的孩子看上去和我姨有点像。尽管你的眼睛睁着，但是你却不明白。尽管你的眼睛流着血，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不要隐藏起伤痛的地方，让它伤害你吧。OK， 三句话，这些影子都在说话。哦，我喜欢拆邮件，但是这不是给我的。OK， 好像没有其他东西。这个椅子，医生会在这边无所事事。好，哎，菲尔，一个被遗忘的女孩子，没有家人，也没有猫，会在月亮到来的时候死去。这是什么意思呀？哎，门被他关上。啊，菲尔，让我出去。我们看看里世界有没有变化。里世界没有门。OK， 哎，这个倒开了。来来来，我要看一下这个钥匙能不能把这个门打开。啊，果然里面是不能开的。好，我们要钻洞了。打开了。